弓的种类，哈，我们讲义上有从22到23写6种。目前来讲，考试会考的就这三种，这三种。边界弓我们刚讲过，移动边界做的弓，边界叫 boundary 哈，所以叫 WB 等于积分一到二的 PDB。单位会有2种，但大部分都会是第二种。这个单位为什么会有两种？主要是取决于压力。目前我们来讲，压力几乎都是用 KPA，所以单位压力单位如果是 KPA，你算出来的功就是千焦耳。如果你是用 PA，单位就是焦耳，那绝大部分都是 KPA，所以单位会是千焦耳。轴弓一般来讲就是，我画一下好了哈。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边界弓。大概长这个样子的哈。单纯就是气缸活塞啊，然后这个活塞会上上下下。这是移动边界做的弓。第二个，轴弓。如果是边界弓，再加上轴弓，所谓轴弓，就是除了我们原本的气缸活塞装置之外，这个一样哈，会上上下下，会加上一个轴弓。就是有一个叶片，有一根轴，然后再装叶片，然后去搅动它，然后这个轴会旋转，轴会旋转。第三种，一样，我们用边界弓，再加上电弓。边界弓一样，再加上一个电弓。一般来讲，这边都是电功率的，这边就是轴功率。电功率啊，轴功率。多一点就叫功率啊。目前考试会考的大概就是这几种，当然它也可以边界弓加上轴弓加上电弓。轴弓就是一般会给我们的是轴功率啊，轴功率，电弓。也是会给我们电功率哦，所以我们刚刚讲说，在这里我看一下，功率就是功，
乘以除以时间，功率就是功除以时间，所以功会等于什么？功率乘以时间，功率乘以时间啊。所以轴功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轴功率。这个是轴功率，轴功就是轴功率乘以时间。电功呢，一样，这叫电功率。电功率乘以时间，所以它给我们是轴功率再乘以时间，轴功率就是 T 乘以 Omega。那 omega 就是二派 n 除以60，这个单位很注意一下哈，这个单位一定是焦耳。T 就是扭矩牛顿米，n 就是转速 rpm，那换算成秒，这个 m 就是分钟，所以要除以60，这样变成秒，秒再乘以秒，二派 n 除以60，这样算出来的单位就是进度除以秒，秒跟秒才可以消掉哈。这边除以60，原因是为了让分钟变成秒，然后这个 T 是秒，所以这样的秒跟秒才可以消掉啊。电功是电功率乘以时间，这 V 就是电压，单位是伏特；I 就是电流，单位是安培；T 是时间，一般就是秒，这个单位也是焦耳，要特别注意哦。一般我们遇到的。只有移动边界做的功的单位会是前焦耳比较多，其他的单位一定都是焦耳。所以你们在做进功，就是说这两种功去相加，这两功相加，这两功相加的时候，要注意这边的功如果是焦耳，这边也是焦耳，当然相加没有问题。但是这边如果是前焦耳，这边是焦耳，不能直接相加，因为单位不一样。哦，所以通常这边的单位都是焦耳。这边都是前焦，前焦耳。那这边呢？这边都是焦耳。大家怎么相加？你要把它变成前焦耳，要小心哦。这边要让它变成前焦耳。这边的焦耳要让它变成前焦耳，你才能做相加。在我们后面遇到题目再跟你讲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到单位哦。那其他的四五六目前都没有在考哦。如果真的会考，一定是考第六种叫弹簧功。前面加速度跟重力功是不会考哈、哦，所以如果你要注意的话，弹簧功注意一下就好哈、哦。那系统上面的进攻就是把所有的功都加起来哦。如果它里面有轴功、电功，统统有，就把它全部加起来啊、哦。这是开放，这是封闭系统。接下来讲开放系统，好、哦，开放系统做的功。开放系统做的功其实跟封闭系统做的功会有一部分是类似的啊。哦
好，我们接下来讲开放系统做的功。开放系统做的功，事实上它这个功可以用质量守恒跟牛顿运动定律来推导，但是我们不会去推导，因为考试也不会考哈。那我们节省时间，我们直接告诉你说，一般我们前面讲说封闭系统的类型会有两种，气缸活塞跟密闭容器。那一般来讲，密闭容器，因为它假设说它体积固定，没有膨胀的话，它就没有移动边界做的功。那气缸活塞呢，因为它有体积膨胀，压缩，它有输入功，也有输出功，那它是移动边界做的功。那对开放系统来讲，我们说开放系统，它大部分都是什么？控制体积的系统，也就是说，它的体积一般都是固定的啊，固定的。那所以说，如果你用我们刚刚那个积分，这个，因为它体积固定，如果你用这个公式去求解，你会发现它的功都会是零，因为它根本没有体积的变化啊。所以对于开放系统做的功，因为开放系统做的功，开放系统几乎都是输入功，除了涡轮机之外。除了涡轮机之外，大部分的装置它所需要的功都是输入功，所以在开放系统做的功过程的输入功叫做 W in，是它定义是积分一到二的 VdP，VdP 再加上动位能的变化，也就是说它的加速度功跟重力功，这叫动能，这叫位能的变化，那它也可以称为加速度功，这个是重力功，加速度功跟重力功。但是绝大部分的开放系统都是忽略流体进去出来，因为我们知道开放系统跟封闭系统很大的区别。我们的封闭系统是不允许质量的进去到系统里面跟流出系统外面，所以它叫封闭。那开放呢？质量可以流进流出这个系统里面啊。所以系统既然可以进去出，就是流体啊，流体就是有质量，它可以进出系统，那它就有可能产生所谓的动能跟位能的变化，也就是可能有加速度功跟重力功。不过一般来讲，考试几乎到目前来讲，100%都会忽略这两个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在开放系统求的输入功，其实只有前面这一项，只有前面这一项。但它完整的是这样子啦，完整是这样子，但实际上我们考试会遇到的，大概就只有这样子。目前来讲，考试遇到就是这样子，那它一样跟封闭系统一样有特殊意义。如果说它没有加速度功，也就是动能，还有重力功、位能的变化，那它的功就剩这样子嘛，那这个功的意义跟封闭系统有类似的观念。我们刚才讲说，封闭系统做的功会等于 PV 图。过程曲线下方所包围的面积，那是下方。那输入功呢，是过程曲线的左侧，左侧。刚刚的封闭系统的功是过程曲线下方哦，这边是左侧所包围的面积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图来看，一到二，所谓压缩。就是压缩，压缩需要输入功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讲说体积膨胀，对开放系统来讲，对封闭系统来讲，这里，对封闭系统来讲，如果体积膨胀，就是对外做功，这个体积膨胀，系统对外界做功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体积压缩呢，是外面要做功，外面有往里面做功，所以才会产生压缩嘛，压缩就是外界要对系统做功，所以它会压缩嘛。那系统对外面做功，所以它是体积是膨胀，对外做功。
然后往内体积压缩叫做输入功，所以输入功是往系统做功，往系统做功。输出功呢是系统对外面做功，所以输入功就是外界对系统的做个功，所以是压缩功。输入功是压缩功，既然是压缩，压缩就是体积变小，所以一到二，一的体积大，二的体积小，一到二就是压缩嘛，压缩就是输入功，好，输入功膨胀，体积缩小就是压缩，输入功，体积增加就是膨胀，膨胀就是输出功，所以一到二是压缩过程，体积压缩，体积压缩需要的是输入功，所以这个曲线。左侧的面积所包围的这个面积大小，代表就是输入功。那我们刚才讲说，开放系统大部分都是需要的是输入功，像压缩机、泵浦、风扇，这都是属于输入功的一种。因为压缩机你要压缩空气，所以你必须对空气加压，需要输入功。流体，泵浦也像我把水从一楼打到3楼，所以。泵浦就是要对水加压，就是给水压力，也就是说给水能量就对了。给水能量就是外界要对系统做功，就是输入功。风扇也是一样，我的叶片转动，它给流体能量，所以风就会吹出来。所以压缩机、泵浦、风扇这三个都是属于输入功的装置。那涡轮机，它事实上它是产生能量的装置，所以它是输出功。所以在开放系统很少会用到输出功，只有在涡轮机会用得到。那如果说你要求输出功怎么办？在开放系统你求的都是输入功。如果你需要用到输出功的时候，没有关系，你先算出输入功，多一个负号就是输出功，因为我们刚才讲过。符号的定义，W in 是负，W out 是正，那它们两个之间是差一个正负符号而已哦。所以在开放系统，你要求输出功，你就先求输入功，再多一个负号就是输出功。那封闭系统，气缸活塞这种封闭系统，你就是用这个定义，你用这个定义去算。封闭系统，你的体积变化做的功，你就用这个公式去算，算出来如果是正的，代表就是膨胀，因为 W out 是正功。如果你这个算出来是负的，那代表这个就是压缩功，压缩功就是负功，就是 W in。好，所以利用这个定义去算出来，去得到正功，正功就是 W out，负功就是 W in。W 就是输入功，W out 就是输出功，哈，所以封闭系统就是看这边它求出来的正负。好，23页，它这边有系统的进攻啦，它其实跟封闭系统一样，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功能存在，哈。那如果求系统进攻，就是把所有的功都加起来。
好，这个弓的特性，第一个它属于边界现象，属于过度能量，属于路径函数，属于非正和微分，这个要把它记起来，因为这个考试有考过。事实上，等一下我们讲热也是一样哦，热也是一样。那为什么它是边界现象？因为我们刚刚讲说，对于封闭系统来讲，要移动边界，它才有弓的产生，对不对？那对于开放系统来讲，因为弓可以穿越到边界，进入到系统里面哦，所以他们都是属于边界现象，说在边界就才可以观察得到，在边界观察得到这个能量哦，从边界可以观察得到能量。你在系统里面看不到，在系统外面也看不到，你要在边界才看到这能量啊、哦，因为边界如果移动，你就看得到嘛，边界就可以看到能量有没有经过啊、哦，所以你站在门口，有谁进来出去，你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属于过度能量，过度能量就是一种暂态的现象了啊、哦，也就是说系统状态有改变。